主任，嗯，绿险的投诉受理通知书打印出来了。邵婷怎么又被投诉了？芈格的案子。肖律师，嗯，芈月阁的案子不是你在负责吗？为什么乔律师被投诉了？乔律师有没有在插手？这受理通知书上为什么还提有录音证据？真是债多不愁还。主任，那我先去开庭了。行吧。乔律师呢？联系什么呀？电话没人接。洪律师，唐国家西厂案今天要开庭，麻烦您签一下出庭函，盖个章。看来他还是有能力保护你，或者说，这事本来他也有份儿，相对公平。几点啊？就喝上了？哎呦，不耽误干活。你打听到宗飞的下落了？哪那么容易啊，我的乔大绿啊！啊，我这帮兄弟都是混社会的，那宗飞那帮人那是犯罪团伙，那不是一圈子的。你这真那么快的就找到他们行踪了？我这帮兄弟就跟他们一块进去了。那你叫我过来干嘛？你之前不是给我看过一个叫朱红，朱红的照片，还有一个。姓严的老头，严培旭，朱红的岳父，怎么了？昨天我一帮兄弟在西平港吃饭，看见个老头，感觉特别眼熟，然后就拍了张照片。你看看是这个吗？西平港，离他们家20-30公里呢，怎么跑那儿喝酒去了？后来又来一老头，你看去找那个老头，你看是这个吗？这不邝伟平吗？乔少廷这回可以说是自绝后路，在这行他算是废了。那不好的那头呢？他身边恐怕多了一个死心塌地的同伴，无名小辈。现在问题关键在于，这件事情乔少廷是怎么提前知道的？既然孙律师有可能私下跟肖真联系过，那乔少廷知道也就不奇怪了。什么时候联系的？怎么联系的？乔少廷和那个姓孙的见过面没有？你们谁能告诉我，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从现在开始，乔少廷和他那个搭档的一举一动，我随时都要知道。主任，您的意思是说……我不管你们做什么，也不管你们怎么做。都给我出去！
南哥，你这么着急走啊？领导说了，我今天要是再不去找他汇报案子，我就可以直接述职了。他现在人在南京，让我去那儿找他。瞅这架势啊，估计会得先挨顿拳。那你干脆带我一块儿去呗。行了，就甭废话了，踏实跟这儿待着吧。估计他们会需要你的帮助的。乔二婷、赵云成还是肖成？所有想找到朱红的人。那你说，要是朱红真的死了怎么办呀？那就找到他的尸体。一路顺利。拜拜。嗯。这是裘二婷那孙子昨天晚上发神经，把邝北平操纵闽月阁投诉肖真的事儿迁怒于我，就把你打成这样。哎呦，要我说少婷这人下手也太重了，差不多就得了。我看你差不多得了。邝北平那时候啥反应？你什么时候见过他站起来骂人？你早就说过，要知他还真得是少婷那样。少婷固然是怼得漂亮，可他也把邝北平给惹急了。以我对他的了解，靠，我好像也不大了解他。之前我还真想象不到少婷会怎么反击，但今天看到你这张脸，给到我新的启发。你就别光顾着幸灾乐祸了。出了这档子事儿，邝北平一定认为他的影响和控制力受到了直接挑战，他会使出更多手段的，而且他会越发不相信他身边的所有人，尤其是你。哦，那我还真得小心点儿。不管少婷那小子现在想干什么，你得主动帮他，要不然咱们都有危险。我怎么主动帮他？你猜的没错。他们既不愿意调解，也不愿意庭外和解。是对方不同意？所有人都不同意，他们宁愿接受诉讼带来高昂的时间成本，也不愿意各退半步。乔律师，你又被投诉了。我说呢，你们所有的一直在给我打电话。张主任的脸是怎么回事啊？他脸怎么了？伤痕累累的，他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我猜是不是摔倒的时候脸下边割了个拳头？问你手呢？我也是摔的呀，就正好很巧啊，我拳头底下割了个脸啊。真是诚恳的让人感动啊！还有更感动的呢，说正事儿啊。邹亮在出事之前呢，私下这个寄给我。房屋抵押贷款，就在朱红失踪的第三天，严培旭呢把他还有他女儿严秋以及他外孙朱家共同居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了，在银行申请到了200万的商业贷款，而且就在之后的一两天，严培旭把银行各个账户里的钱全取了出来。会不会是老头讲究，替女婿还债去了？那我们就一起来证实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讲究。说，我现在在巴恩斯，就是那个网红餐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上回你不是让我去金港银行查邹亮的事吗？我今天正好去那边办事儿。我可听说，昨天晚上有法院的人在查邹亮和主任对话的相关资料。法院的人？然后呢？然后因为他们缺少手续，银行没有把这部分资料给他们。嗨，在有的时候啊，这些守规矩的司法部门不见得有什么优势。你的意思是说你拿到了？来求我。Hello， 我不会在哪个法院开庭都会遇到您吧？哎，不，我是专门来找你的。您的细查案子怎么样了？虽说您在系统里能查到我代理的所有案子，这通知开庭的时间也能查到吗？不用什么内部系统吧，你们这案子公开审理，我看今儿的开庭公告就行了。你上车吧。嗨。就一杯水，什么都不要。不必要吧，兄弟，我请客。我揍张正把你给揍爽了是吧？你别废话，到底有什么发现？我还没听到有人求我哦。我回来了。哎哎，你这人能不能有点幽默感？先生，您要的水。谢谢。你不是让我查邹亮和邝美萍谈话的相关资料吗？我动了点关系，调到了他们谈话当天的监控录像，还录了几段。他们聊了多久啊？大概半个多小时吧。你是觉得可以找唇语专家去分辨他们在说了些什么？你别着急，你再往后看，还有第三段呢。这车应该不是你同学他老婆的车吧？我又不是想查他婚内出轨的黑料。再说了，一台跑车能说明什么呀？里边坐的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不一定呢。你要想通过这段不清晰的监控录像查春雨，肯定没戏。但是车牌看得清清楚楚，我通过车牌往后查，查到了这个车主是一个21岁的 KOL。KOL 是啥？关键意见领袖，俗称网红。那你直接说网红不就完了吗？你同学拱的这个嫩草真名叫陶晴，网名叫黄油果冻。通过车牌找到车主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事，我就不问你了。我就想问问你，对我要查的事儿有什么帮助吗？那可不一定哦。你也是个已婚男人，你们已婚男人有一些不方便跟自己老婆说的话，是需要找一个倾诉的对象的哦。怎么能找到这个果冻？你走路是目不斜视的吗，大哥？啊，你从进来到现在也不过10分钟，你难道一点印象都没有吗？哦，车，人。猴塞雷呀、啊，东哥！谢谢。嗯。给。谢谢，不客气。你们手里的那本复卷是最全的，还用得着看律师的办案卷？我只是想确认一下，这南哥的记忆力啊，是真赞。方法官在法院门口特意截我，是有什么事儿吗？你跟那个乔律师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案子的调查吧？
我、乔律师还有他的好基友金毅，乔律师的车也是金毅借他的。有什么进展吗？进展，被害人朱红的岳父严培旭呢，在案发第三天向银行申请了一笔抵押贷款，用途是商业经营的债务清偿。这样可以吗？不好说，不过我和乔律师准备追踪一下这笔贷款的资金流向。我先不问你们是怎么得知这事儿的啊，单就你们第一步来讲，你们要追踪的信息都在银行。友情提示一下，昨天银行甚至让我跟南哥吃了闭门羹。那我们用商业查询平台搜搜，既然严培旭申请了经营贷，那么有经营债务需要清偿的这家公司一定是严培旭任职或者有股份的关联企业。挺合理的，那然后呢？哎呀，然后我就再想办法吧，车到山前必有路嘛。我还以为你跟这个乔律师有什么突破性的线索呢。那你慢慢查吧。好，谢谢你的奶茶。不客气，撤了啊，拜拜。京港银行信贷部，哎，咱们公司股东严培旭先生啊，在咱们这里申请了一笔抵押贷款，请问这笔贷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户了吗？喂，你好。哦，财务出差了是吧？那麻烦您能给我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吗？哦，严培旭先生已经退股了是吗？那严先生最近在公司有增资吗？好的，再见。我走这段时间，肖律师不像是有什么突破的样子。锦陵园艺，我查到严培旭用这家公司申请了经营贷。主任，主任，京港银行的吴经理刚给我打电话，说最高院巡回法庭因为他们行的一个案子，打电话询问了某几天申请抵押贷款的申请人和相关事由。他也说不好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是时间上。正好是那个案子发生之后的一周内，把孟欧叫来，还有，马上帮我向银行预约大动提现。哎，喂，老哥，是我，说话方便吗？主任，大总是200万，漂亮。我这边呢，也很可能有新的进展，等我结束之后我就联系你，我们一起往下跟进。好的，就这样，拜拜。乔律师那边也有新的进展，晚上我会和他再碰一下。哎，你看啊，我查了，想要结识他呢，得先关注他，然后加入粉丝团，在他直播的时候尽可能给他高额的打赏。你看，哎，这个打赏啊，还有排行榜的，只要进入了当月的打赏排行榜的前十。那我就有机会在月底的粉丝见面会结束之后呢，跟他一起吃饭。那样的话呢，我们才能跟他当面沟通，并且接个电话。喂，小律师。不管是作为金服所的合伙人，还是你的合作伙伴，我每年也很忙的，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拜托你能什么？你怎么知道我跟他在一块儿？他都知道了？你可别吓我啊！他现在连张正都敢揍。什么事儿，陆法官？什么叫我要搞走私啊？我不搞那玩意儿。我是说如果，那要看走私什么东西了。
豆包、咸菜，什么都可以。我想用什么样的运输方式呢？海运。那我要先找到一个合适的码头。怎么个合适法？你现在哪儿啊？南京。薛东，他和乔少廷在接洽另一条线索，他会再给我配一个实习律师。这不是他第一次帮乔少廷了吧？而且他还是邝北兵事务所的合伙人，有点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是聊到哪儿了？哦，这姑娘虽然不是头部主播，但想要进月榜前十，不是挖苦你的，你打赏得起吗？踏踏实实坐在这儿，交给我。美女，能坐吗？哎，这是我们直播啊。对。你在播什么呢？就是比较厉害。虽然那天在现场听乔少廷提过一句，但我猜他应该不是来给沈荣做辩护人的。你俩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在酒在世无所谓，也说不定顺便把沈荣案子给接了。如果说你俩跑来会见是九，他给沈荣做辩护是十，那么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十一，也可以说是你俩的目的。你们是来跟王博、雷小坤案子的？我就是听说这姐们的手下把乔二婷给打了，他到底都犯了什么事儿啊？这姐们罪名可多了，非法拘禁、组织卖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非法经营，这还不包括有可能涉黑的部分，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些轻罪。现在预审正在汇总他跟他们手下的口供，看看哪些能吸收，哪些得并罚。哎呦，卢法官，你怎么才回我电话呀？我还一直惦记着你那个走私副业的事呢。你可真够闲的，你知道你那条短信给我惹多大麻烦吗？有什么事了？细节我回头再跟你说。现在解决麻烦的机会来了啊！你先决定要不要帮我。你这可算是胁迫了啊！说，需要我说什么？我可事先声明啊，这事儿存在一定风险，你先掂量掂量。两在一块。说实话啊，跟我现在的处境相比啊，你让我干什么都行。鼓起来一点。太好。首先，你得马上出发，一个小时之内赶到金港机场。剩下的我路上跟你说。没问题，我马上出发。乔律，你真不问问我具体要让你干什么吗？你哥说，沈荣那个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里根本就不能卖烟酒。但从查账的情况来看，虽说夜总会是另有卖点吧。但他们烟酒收入还真不低，每个月都有各种土豪在他们那儿一晚上消费几十万。几十万？我听说啊，就那个三万多的 XO 能开个七八瓶，各种威士忌、白兰地能喝个十几瓶，二十多年的法国红酒还有各种名牌香槟都是按单喝。就这收入水平，我都怀疑王博干催收纯属是业余爱好。贫穷还是限制了我的想象。你能喝酒吗？你要请我啊？哎，不行不行，出差期间那个南哥说了不让喝酒。我是问你酒量一般吧。反正上大学那会儿我们班女生我不知道啊，男生没一个能喝过我的。得个起步的量，四十多度的一瓶。明白了。你说这什么土豪能一晚上找十个八个你这样酒量的陪他喝酒啊？是，虽说这个沈荣嘴很严吧，但还是露出了马脚，去他那客人都太能喝了。不过话说回来，你在会见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监控，他在撒谎。你怎么知道？说我一刑警呢，跑巡法庭干嘛来了？你果然是我见过胃口最好的抓谎专家。那你不赶紧抓紧给我吃好吃的去啊？
如果有必要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对标的物感兴趣的潜在买家。二拍必须拍出去，我们不能让这个案子最后转入变卖程序。说吧，今天您给我办完手续之后，我就去开了继承案子的庭。之后见到乔律师，没说两句话，他有事就先走了。叔，什么时候通知的？是电话通知的，还是送的书面传票？不行，那两天我要出差，跟合议庭要答辩期，那就提管辖异议，等我回来再说。这种事情你以后应该知道怎么处理。没了，就这些。乔律师舍己为人，英雄救美，你俩没激动的拥抱一下。乔律师似乎不知道他自己被投诉这件事情，我告诉他之后，他好像也并不在意。看来你俩现在彻底穿一条裤子了。肖律师，别以为躲过了初一就天下太平了，十五之前都算你了。你大概知道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次投诉，他不会善罢甘休的。洪律师，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很酸啊？说什么？乔律师在继续追查案件的过程中，没有拉上本该最信任的你，而选择我，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很不爽？一开始他应该是想要选择保护你，不想让你冒险，可是他到最后都没有选择你。你该问问你自己。你一开始就暗示我，对于乔律师而言，我是个随时可以被替代掉的工具人。可是你心里很清楚，他一开始就选择保护你，那今后他也不会出卖我。你到底想说什么？如果我和乔律师最终彻底被邝美萍打压下去，德政所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们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乔少廷是好律师，您也是，所以可不可以不要再内耗了？咱们这个行业总得防备可能出现的恶意。即使是这样，也并不妨碍某些人去释放善意。我们是在见。哎喂！从上次咱俩通话到现在呢，连灭霸的手套都满钻了，你俩还在谈？要照你这么说，在刚刚度过的有趣的两个小时里，我差点就以为他要打响指了。什么意思啊？一言难尽。我这边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这样啊，一个小时之内如果没有联系你的话，那咱明天再碰。你跟他约会是整晚吗？约会是不假，但是呢，是薛东跟一个女孩在约会。那你在旁边干嘛？看着。
慢用。谢谢。传说中的韩律师，韩松阁的儿子，在给我上菜。这就是人家的店，好吗？谢谢。韩律师上次陪我去质证，还没来及谢谢您。谢谢你信任我，一同出庭。听说乔律师又被投诉了，涉及的案子也是你办的。嗯。那我是不是可以推测，你逃过一劫？真要在劫，就难逃。做好心理准备，今后针对乔律师的，也都会针对我。可是邝美萍如果越针对我们，越说明我们走对了方向，而且离目标可能越来越近了。恐怕你们以后要担心的，不只是邝美萍。为什么？因为邝美萍只是最招摇的那个，行业容不下的是乔少廷。再来一杯。不要冰。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的室友毛毛，正准备进行司法考试。这一位是乔律师的爱人，乔大嫂，久仰久仰。新华路口是不是向北？是不是向北？西，一路向西。我问你住那个别墅是不是新华路口向北？嗯。这要不是因为你，我就跟那姑娘上他们家看片去了。我够仗义的。就你跟那小网红在缠绵的时候。我从京港机场坐过山车一路到嘉华中心，我差点把命给搭上了。我现在心情不好啊，你如果没给我问出什么有用的消息，你信不信我待会儿把你的别墅给点了？哎，开慢点，我要吐。你给我前头找个塑料袋。没事，你吐脚底下吧，想吐哪儿吐哪儿，反正不是我车。韩律师，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吧，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我好请教你。我跟你打个赌，嗯，他绝对要不到老韩的电话。我这个人平常不怎么用手机，你要找我的话，不如直接打这里电话更方便。韩律师为人挺和善的。老韩跟老乔是一样的人，他们都特别知道怎么有教养的和人保持距离。你说这个行业里容不下乔律师，总不会是因为他社恐吧？很多行业呢就像个江湖，讲资历、讲出身、讲门派，所以张正知道拉了韩松阁的儿子做合伙人，薛东也知道去邝北平那读一个在职硕士，老乔跟他们不一样，横空出世的一个毛头小子，既不是什么学院派，也不投靠什么业内大咖，最关键的是。他还被评上了全国十佳律师，分了别人的蛋糕不说，还抢了人家风头，这还了得？他们三个不是同学吗？他们仨，顶多算得上是同宿舍的室友，说是同学，多少有点水分。张震跟薛东虽然不是一届的，但人家都是正儿八经的法本毕业，有学位。老乔。就是个法学的大专生，这在人家学院派眼里啊，根本不入流。可是乔律师专业能力很强啊，办案又负责任，虽然有时候会越过规则，但并不会颠覆公平。是啊，那又怎样呢？他越是有本事，就越应该把那些出风头的机会让给那些成名的大侠们，否则他就是旁门左道、奇技淫巧，靠偷师和暗算成名的宵小之辈。大家会想尽办法的往他身上泼脏水，拉他下马。其实我觉得，他
要是真的最后被吊销了职业资格也挺好，你说他何苦呢？就算他撼动了一个邝北平，也撼动不了整个江湖的利益格局，对吗？我们刚入行，给点信心好不好？咱俩都是女人，对咱这个性别的不友好可不仅仅是某个江湖而已。他跟你那同学，他不是小三儿，那就是单纯的炮友。嗯，他俩是有真感情的。你再不说人话，我走了啊！哎呀，说起来我想擦把脸。来擦擦。喝多了，真喝多了。哎！行，你先歇着吧，等你明天酒醒了以后我再问你。陶情说。昨亮那天这么告诉他，邝北平让他伪造一份银行单据。伪造银行单据？是的。说呀、啊！你让邹亮去查朱红及其亲属的银行资金的往来记录是邝北平让他伪造的。行了，别看了，那么大人了，你还怕她被捡尸啊？这姑娘聪明得很，吃不了亏。那个才是真正的孩子呢。你和乔律还离婚吗？该离离呗。咋了？会不会担心对孩子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如果阿祖长大以后觉得我是拿生育权去向一个男性效忠，我觉得这才是对他最坏的影响。很前卫的想法，只是个选择。我既不犯罪，也不伤害其他人，我只是尊重别人的选择，所以我也不喜欢别人来对我指手画脚。当然了，如果想对我指手画脚也没问题，反正我不在乎。老乔呢，他特别知道一个男人的自信应该从何而来，而我也很明白一个女人的独立应该从何而来。有录音。他说邹亮不知道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想日后讹邝北平，反正他是把他们俩的谈话偷偷录了音。那天中午他把那只录音笔交给了陶晴保管。等等，你是说邝北平要挟邹亮让他伪造银行单据，邹亮把他们俩之间的谈话录音了，而这个录音笔现在就在陶晴手上。你回来干嘛呀？走走走，看片去。哎呀，我送你。这不是看片就能解决的问题好吗？什么意思啊？这姐们特别的轴，她说邹亮答应过她要离婚，所以两个人弄了一个什么幸福生活基金。哎呀，简单来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每年买5根100克的金条啊，这些金条都存在邹亮那儿，可能是为了日后什么度蜜月旅行吧，反正3年一共15根。哎，他让我把这15根金条给他找回来，他就把录音笔给我。不是，这上哪儿找去啊？这不是我的问题了好吗？邹亮是您的同学。这样，15根金条1500克，市值多少？
4-5十万，我把钱给他行不行？你，我拿4-5十万买15根金条给他总可以了吧？哎呀，要么我干嘛说这姐们特别轴嘛？她有这15根金条的证书，每张证书上都有编号，她就要这15根金条。按她的话说，见证了生命中的一段美好回忆。不好意思啊，我又起晚了。好嘞，辛苦你啊，他特意来接我。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你到底有没有任意门？怎么，火眼动车，有点累啊？软卧还是挺舒服的。哇塞，院里现在给你报销软卧了？做梦吧你！当然是自费了，最后一趟动车只有软卧了。那你这一天打一个来回，厅长那边同意了？我这路上写了一份20多页纸的书面报告，不但交给了厅领导，院里边也收到了。哦，那这么说他们都愿意挺你呗？我可不敢自作多情，他们挺的是案子。哦对了，你要那干净衣服我给你放后备箱了。啊，好。你在南京折腾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张涛和肖志那边案子出了点岔子，霍廷让我过去帮帮忙。出岔子了？严重吗？小事一桩。小绿，看招！嘿。这是什么人？什么本能啊？啥呀？你往左往右都能躲过去，你就怕我冲太猛掉下去是不是？所以傻站着不动。你想太多，我就是一宿没睡，脑子不转了。你跑这儿来干嘛呀？我在看王博和雷小坤的卷呀、啊，别光在脑袋里勾勒案发现场，所以来现场转转。据说到现场看的次数足够多，就有可能会发现以前忽略的某个细节。时间越长，现场破坏的越严重，这些细节就算找到都没用了。也是，就算我坐在这儿变成望夫石，朱红的尸体或者活人也不可能突然从水里冒出来。你别在那儿转悠了，危险。昨天那个姓方的法官主动来帮忙，所以我现在大概摸清楚那笔贷款的流向了。我比你深入一点点，我好像摸到邝北平了。那太好了，那一定得抡圆了打回去啊。你说倒地的时候脸跟地面之间也硌着个拳头的那种？我倒是希望是狼牙棒大的那种。你为什么要当律师啊？从54年开始就说要恢复律师职业，实际上到了80年代初才开始有了系统性的制度出台。最早的律师呢，是通过申请推荐考核的。86年有了律考，02年改了司考。律师从业人员逐渐增多，可即便是到了今天。你知道咱们的老百姓打官司需要有多高的成本吗？我指的不光是钱。我能感觉到。时间、精力、财务、心理状态的负面影响，这些高昂且繁多的成本，让很多人不得不把法律途径作为最后的选择。所以呢，当案子到了我们手上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是糟得不能再糟，难得不能再难的状态。
那些当事人就像不会游泳的人掉进水里拼命挣扎，绝望的时候伸手乱抓，最后他们能够试图抓到的是法律。法律是救命稻草？当然不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每一个落水的人最后一个手里抓到的不是稻草。律师有可能还是我的工作，但你不一定有机会重新执业了。相对公平。曾经有律师托人带话向我致谢。说什么？他说没人知道你做过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会记得。邝北平也会记得。哎，对了，你为什么想当律师？我啊，生计。这么说，他就不在原著的法律范围之内。可我们就这样不管他了吗？那你说怎么办？我那个侦查系的师弟，脑门缝了四针。才缝了四针，看他口子好像挺大的。你拿什么东西砸的？挎包抡的，应该是上面那个装饰用所砸的吧。那个学弟人挺好的，家里条件也不错。哎，就算你觉得我给你介绍不合适，见一面回绝人家，或以后再也不联系了，不就完了吗？你干嘛动手打人呢？他干嘛对我说那些话？说什么了？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来法院中心实习，还说一个女孩子不要做什么司法类的工作，踏踏实实找个工作单位挺好。这话有什么问题吗？相个亲，凭什么跟我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然后第一次见面就和我说那些黄色笑话，还说上学期间喝了多少次酒，打过多少次架，这种无聊的自吹自擂。行，你清高行了吧？哎，挥挥手说拜拜总会吧？你为什么要打人呢？我还告诉你，人家是看我的面子，真要还手，十个你绑起来都不够。而且如果报警的话，你现在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你知道吗？我跟他说拜拜了，他尾随我，我走他纠缠我，他一直抓着我不放，把我的胳膊都握出印了。你胳膊握出印来又怎么样？你又不会。我不会觉得疼，我就不应该反抗，对吗？我就不应该觉得自己受到了侵害，是吗？我就应该让他拉着我，带我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不是那意思。我想让你明白，我也是为你好。妈妈跟我说，你性子倔，都这么大了还没找对象，担心你。他们年龄也大了，唯一的希望，就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找一个好人家。你刚才说那情况，我真不知道，他这么对你啊？这小子，这太不懂事了，这也。哥刚才也是有点着急了，欠考虑，别生气了。哥，你说爸妈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幸福平安的过一辈子和要不要找个好人家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小乔，哎，资料我复印好了没有？马上了。哦，快点啊。好的。许先生，许先生稍等一下，你把材料留下吧，我看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刚才那个领导说这不归咱们管，我可以单独给你做代理，这跟法院中心没关系，你待会儿给我签个委托书就行。我出不起请律师的钱。我知道，你别担心，这个案子我会帮到底。那太感谢你了。